本身是已经没什么钱赚了，就把这个费用运输费弄了去加工其他的。那冬天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毛一准那些做起来，那些真是不赚钱。我报的价我算了，所以我也在想那天我跟王教授在商量的事，他说那个吧，你就让汉森做，因为让汉森那个钱全算是你的，